你好，我是我叫李爽，我从北京来，来到日本，我20年以前来日本，然后我现在生活在日本，然后我的先生，我有先生，还有两个儿子，他们在上海读小学，然后会说英文，现在呢也在日本读中学。也会说日文，所以我也很希望你们有机会来日本，也来中国来旅游，学中文和日文，来进行国际交流，这个真是很开心的事情，希望你们加油，就这样，再见。